由孔刘李栋旭演出的超火韩剧《鬼怪》风靡整个亚洲，也让孔刘再度爆红。不过最近有新闻传出将翻拍成中文版，并开始甄选演员。新闻曝光后，戏迷大暴动。有消息指出，正在洽谈孔刘的角色，将由2018年演出古装剧大红，被票选为古装剧男神之一的邓伦担任。虽然消息还没有被官方确认，但支持邓伦的粉丝都已经疯狂。邓伦2018年演出古装剧，剧中花美男形象加上自然的演技，让他迅速爆火。接着他演出的几部剧都有不错的成绩，也让他拥有流量小生称号。现在又传出他将接演中文版鬼怪，想必又会再红一波吧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